我们2005年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冰川的位置大概是在那个是河流拐弯的那个地方。到现在为止，将近十五年时间，整个冰川退缩了将近150多米。这个冰川退缩的速率给我的震撼是还是很大的。这个冰川本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，冰川退缩速率开始加快，到90年代末退缩速率进一步加快。我们进入到新的世纪以后，21世纪2000年以后，我们冰川退缩速率持续保持一个比较快的速度。